我小学六年级还在每一个班吃白胶，哎，每个球鞋店都在吃白胶啊，还是国中啊？我小学吗？我小有啊，我小学摆国中的时候，我小学六年级在每一个班级挨家挨户，你们有没有谁家已经换了 ADSL？ 数据机不要给我好不好？我被我妈炸掉，我想上网呢。